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蓝色铁卷门。这次尝试制作日本流行的实况系列。好，这款游戏呢叫做 Minecraft，台湾的翻译叫做《当个创世神》。是一个建筑冒险类的游戏，很奇妙类别哦。建筑冒险，建筑怎么冒险？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呢，就在几天前，这款游戏正式从beta 版改版为正式版哦。之前的上一个版本是1.81 beta，现在就变成1.0正式版。然后新增了很多有的没的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它新增一个非常优良的模式，也是本次实况的重点呢。然后首先我们必须先开一个新游戏，单人游戏。然后刚刚说到的呢，非常优良的新模式呢，就是这个。Hardcore 模式，简单来说呢，就跟暗黑的专家模式一样。角色死亡的话呢，记录就会被永久删除，超刺激的模式哦。所以呢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。玩家可以到处想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因为游戏地图几乎无限大，所以，不用担心会走到边界。然后，游戏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呢，所有的元素，像这些土地啊，都是可以破坏或者是建造的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那些海，所以，自由度可以说是超高的。然后呢，游戏开始都是先从木头开始，因为，游戏这样设计的嘛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挖木头。然后挖到木头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木头原木做成木板。快，然后再把这木头做出来的这些木块揉一成一圈，就可以做出工具台。游戏几乎所有东西都要从它开始做，所以把它放在地上。打开有没有？这是3×3九格，对，九格。人物身上的这四个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再挖更多的木头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先做斧头好了。然后像这样排就可以做出斧头，然后这样可以做出铲子，然后这样可以做出十字镐。啊，顺带一提啊，刚刚旁边就是在跳跳跳的，是。没错，是猪，猪可食用。先不管它，先砍树木。这边有露天的鹅卵石，我们挖一点起来，来做第一个石制品。我们刚做的是木质的斧头啊什么的，把它做成石头做的，可以比较耐用，而且速度比较快。然后呢，这游戏一天的时间是20分钟，10天白天，10天晚上。然后呢，在晚上或者是暗处的地方哦，就会生怪。然后。由于 Hardcore 模式，它会把难度强制锁定在Hard，就是不对，强制锁定在最难，所以必须在晚上之前呢，把火把准备好。
你还没准备好。是可以燃烧时间有限，然后只好插在地上，亮的地方呢，怪物就不会生。所以要把自己生活周遭的地方擦亮，擦亮，奇怪说。哦，点点将这个，像这个图案的，错，这个图案，像这个颜色呢，就是铁矿。算是比较少，比较需要采集的矿石啊，不对，我忘了，那个要是工具等级太低的话，就挖就是比较高级的石头的话呢，不但什么都没有，还会损那个耐久度，石质的石质稿，我是。顺便做一把石剑，怪物出来，然后还有石质的斧头，还有石质铲，至于刚刚那些木质的呢，给丢了。现在做一个火炉，火炉，这是可以用来烧东西的。像这样子把原木放进去之后，它就可以烧出木炭。然后呢，把木炭像这样把木棒跟木炭像这样组合，就可以做出火把。把插地上像这样，燃烧时间是无限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熄灭，就插着就好。对，哦，香菇采收一下。哦，这个呢就是石炭。功能跟木炭是一样的，所以以后挖会挖的很多，先挖起来。干什么？听到怪声音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奇怪声音？天然洞，等一下，要封印起来，危险！要停一个，小心！要停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家。超小的门，对门啊，木头不够，怎么办？
窄，超窄的。白天再行动好了。好像有什么在那里。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会下雨，我想说太阳出来之后它就烧起来了，烧什么鬼啊？受困了。